其实在国际上一直都没有，现在在过去的30多年来，大家一直想就是我怎么样用尿片然后用这个吸收体去吸收它，因为有些时候老人家比如说一侧躺，你尿片就包不住的时候它就侧漏出来，还是有很多问题。所以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些刚才讲的一些副作用能够大幅的下降。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在卧床的时候它可以单行道的把水引流到一个收集袋里面，到达回来的时候我们也设计了一个稍微有一个我把它称为一个小挡墙，所以它换句话说它倒下来的时候它仍然会挡着，然后顺势的还是会流下来，它不会弄湿自己的裤子。那这样子引流的过程中，我们设计它的流入并不会让你身体觉得很不舒服。那第三件最大的好处，不管是夏天不管是冬天我们设计了裤子让它穿在那个地方，它可以吸水，然后它可以排汗，所以你夏天至少穿了它的话，你至少还觉得蛮清爽，不容易起尿布疹啊、湿疹、热疹那种情形。冬天的话，你在一个被窝里面你尿液出来之后，就算不小心有沾到一点点，但是它不会很湿，然后很冷。那这个东西对任何一个卧床的老人家或卧床的病人或什么人来讲的话，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好处。我是袁明奇医师，心脏外科医师，跨越领域到泌尿科来为你做一些生活上面的改变。谢谢大家。